我所知，娜娜是好像不会跳绳啊。小郭，我觉得我们去睡觉先吧。喂，你家车又不是我家车。十比九。大家好，我是软软宝阿宝。大家好，我是恩惠。大家好，我是谁？不是。OK， 我是不是。Peace， 大家好，我是阿宝。Peace， 大家好，我是娜娜。欢迎大家收看我们这一集的《夜玩服输》。宝贝好像还在睡觉。OK， 这一集的影片就我来介绍。如果大家有看上一期的话，我们的愿望服输我们一起玩了，就是心脏病，但是我们用脚的方式去玩。还没有看到朋友，请点击右上角。OK， 我们上一集就有说过，我们是要用跳跳绳的方式，但是这一期也是有跳绳，但是我们玩的那个惩罚是不同的。本来我们是要去出去外面，然后挑战，然后去路人跟着一起跳的。对，但是刚好下雨，然后你知道公园又好像没有人这样子，只有很多蚂蚁这样子。是，而且很热，很多蚊子。下雨怎么很热？你不要。OK， 今天的惩罚规则是这样子的，我跟我姐姐就会由我们猜拳的方式来决定阿伯娜娜到底是在哪一个组。那我们两个呢会互相的玩黑白菜，输的那一方阿伯或者是娜娜就要帮忙接受惩罚。他们的惩罚是这样子的，他们一定要在这个椅子上面转个十圈，你知道吗？转完之后呢，他们就会在这个摄影机前面跳个十下。好像我这一集我是多余的，没关系，我就做 cameraman。OK， 现在我们就来耳费了。OK， 来耳费，耳费，耳费，耳费。OK， 佩佩，娜娜跟我一组的亲，阿伯是跟恩惠一起，然后娜娜是跟我一起。所以如果我输的话呢，阿伯就帮我受罚；对，输的话呢，娜娜就帮他受罚。来，废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来，你们要 get ready 吗？帮我们加油。没有，要拿自己的跳绳做准备好了。Round one， 来。来跳！
手动大一点，三，很奇怪。刚才我们看到恩惠有叫吗？黑白菜，那这就配。